当我的女朋友。啊，我还有事，哎，我先走了。喂 ，Sally， 我要交代你一件事情。离职手续办得怎么样？你们的预算表不是出了点问题吗？徐诗诗，现在有大公司找我，我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啊。是你控制我人生，我现在变成这样，这些就是让我儿给带坏的。我就是要把他带回来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可能跟你回家。我真的知道我做错了，而且我那天真的是喝醉了，我可以发誓，我跟他真的没有干嘛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干嘛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可能解决。哪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？再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。如果真像你讲的，我们有这么多问题，我们也在一起十年了，不是吗？十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就根本不适合啊！你说我们不适合，好，那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要改？你跟我讲，我一定会改的。只要你愿意回来我身边，我要我改什么我都愿意。真的。改不了了，我们就放彼此一马吧，结束了。老婆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要离婚。老婆。喂，总监。我们的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到要离婚吧？不好意思哦，我真的可以弥补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，我都可以弥补。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现在呢，是我十年来最清醒的一刻。我们不适合，就不要再强求了。正达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还是那个女的？我知道你认定我有偷吃，但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。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，你为什么又讲不听呢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干嘛。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这里不是你的家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讲。你不要这样，走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正达，回家了，放手了。刘正达，你够了没啊？偷吃还好意思来这里？这种男人到底要不要脸？你现在是怎样啊？为什么又变成是我的问题了？你姐之前跟我吵架的时候，她住别的男生家，我也没讲什么啊。为什么把错现在推到我身上？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？
明明就是你有错，你还恶人先告状。我到底错在哪了？你给我讲清楚啊！这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回去，你先回家好不好？哎，你们现在是怎样？我们两夫妻的事，到底干他们什么事啊？他们是我家人呢，我姐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就是看不惯我姐嫁给你这种没品的人，根本配不上她。你说谁没品？再讲一次。你呀、啊，刘振达，你们全家都没品。思思，喂，思思，手小心哈、啊。嗯。所以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？就我姐那个烂老公，莫名其妙跑来家里闹，而且他说一说还动手。动手？那有没有人受伤啊？没有啦，没事。哦，那就好。对了。如果你觉得跳槽到 HTC 对你有更好的发展，我会祝福你的。毕竟进去 HTC 这个品牌，对公关人来说是件好事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要去 HTC 啊？所以你也认为？我应该要离开 PNR 吗？你好，我是王子浩。火警警报！哦，我马上回去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跟你去帮忙啊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小心！哦！哎呀！哇！你拖把放哪里啊？后面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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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总监，嗯，这好像
是给你的。在我告呼大姨，妈，对不起啊，我代替刘振达跟你道歉。我会想办法跟他谈清楚啊，毕竟离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我不想影响到你们。你不离婚了？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意气用事了？我以前说结就结，啊，现在说离就离。那你就像我呗，是这样，那好静也不静了嘞。好了，妈妈跟你说了，虽然我不是那种老古板型的。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清楚，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哦，你要自己想清楚嘞。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，妈妈都会支持你。啊，就算最后啦，最后你们还是离婚了，啊，你也还有这个家啊，你在讲啥？对不对？我在啦。我其实也还没有想得很清楚了，以后的事情。可是不管怎么样了，我一定要争取到洋洋。洋洋是啥？妈，洋洋是我儿子啦。啊？你有儿子了？你怎么没有早讲啦？啊，我就吼，我理解嘞。哎，不是啊，等。啊，万一你们离婚了，啊，小孩怎么办？有机器可以播那个吗？怎么样，可以播吗？不重要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我大声说不用了。你先回去吧。
错。马上上。马上上。过来。干嘛那么凶？找个蛋。哦，蛋口袋，好大口袋，擦口彩，小小鸡。好了，我是乔晴，帮忙啦。嗯，帮我看一下这个。很好啊。不好，不能播啦。起码有五六年了。嗯，这个还浸过水耶。嗯哼，可人您聪明，修东西找我就对了。不管你是要修理纱窗、修理纱门，还是要修理玻璃，还是你要修修脸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里面的东西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把它修好啊！嗯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？就总监的东西啦。到底会不会啊？干嘛？考考他，考考他，烤饼干哦你，考他嘞，不考他就找别人修算了。嗯，我有认识一位差我一点的，他应该有办法把他修好。谁啊？我们只好拜托神之手出马了。神之手170公分，60公斤。神之手同时还有另一个绰号，就叫做万花马盖先。任何损坏的东西，只要交到他的手上，肯定可以修复完成。不管你是要修复电器，或是感情，都可以放心交给他。而且最酷的是，他是我的国小同学哦。瘦瘦，何祖少，你认识我女朋友？哎，她超香的。我香不香干什么事啊？好香啊！而且我不是你女朋友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牵着我的手说要去福利社，就没有去，你就拉我到巷子，你就拿一封信给我。停！这卷 DV 带很重要，老古董，泡过水，止血成功，不许失败。你干什么啦？嗯，都放很久哦。不过我女朋友交代我的事，我绝对会马上做到的。交给我，没关系的。想我，走了，拜拜。男朋友到底行不行啊？哦，他不是我男朋友啦。何祖寿谈恋爱喽，好想谈恋爱哟。喂，请问找哪位？宝贝，我是妈咪啊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哦。妈咪也好想你哦。你在哪里？妈咪现在在外婆家。外婆在我旁边哦，你要不要跟外婆说话？真的可以跟外婆说话吗？你等一下哦。
喂，喂，洋洋，我是外婆哎。你真的是外婆吗？真的，没有骗你，外婆怎么会骗你？我是你漂亮的外婆。洋洋，外婆好。在跟谁讲电话呢？没有了，打错人了。哦，好。外婆，我现在不能说了，拜托你帮我跟妈妈说。我才几天没见到妈妈，就已经很难过了。妈妈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外婆了，一定更难过。所以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是男生，就算很难过，我也不会哭。我希望妈妈可以开心过每一天，所以我会忍住不要一直去想妈妈。外婆，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妈妈哦。会，会，外婆会哈。洋洋，那个洋洋，喂，洋洋，喂，喂，洋洋，怎样？他说什么？你真的没有丢妈妈的脸，你把洋洋教得好好。干嘛臭臭？谁那么大胆惹你生气啊？你，我问你，你相信啊？当然是你啊！哦，你是我最亲爱的阿木里啊！哟，啊，你把我这个阿布放在哪里？心里。甘野哦，你有确定哦？哈，你确定有放在那边呢？阿伯，你姐姐生小孩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。You are my last piece, the piece of my love。啊，你把我这个阿布放在哪里？心里。甘野哦，你有确定哦？哈，你确定有放在那边哦？阿伯，你姐姐生小孩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妈，我没有告诉你哦，是有原因的。你听我说。说。我是怕你担心。我要担心什么？我女儿有小孩了，我要担心什么？哎，妈，你看你这么爱漂亮，对不对？要是哦被人知道你已经是阿嬷了，哦，一下子老十岁，这样子你不是会很伤心？而且啊，是姐生小孩，又不是我生，这种事情哦，当然是要她亲口告诉你，那才会有 surprise 的感觉啊。嗯，我听你在讲嘞，当阿嬷也有年轻的阿嬷，为什么一定要老十岁？我要看洋洋。鬼鬼祟祟的干嘛？进来啊！怎么了？总监，
应该还没吃吧？谢谢。这份预算表不是早就送到会计室了吗？贝博回来了，就连我电脑里的预算档案都不见了，所以得重新做一份。怎么会不见啊？你好，我是王子豪。哦，沈总，早。对啊，那个提案我们会如期进行。啊，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的是，我们上次派的那个窗口已经要离职，但我们会派另外一个资深的 AE 去承接，绝对不会有断层。哇，这是吗？哎，陈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景阳还在教室吗？雅雅已经被他奶奶接走了。这样。那我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哇，大磊，下次请早喽。哼，哪要很早，啊，还要用早的，看谁比较快工。啊？哎，弟弟，不要！哎呦，这样用的话，这么来劲呐哦。哦，伊早思思就是安尼啦，你走头前，阿姨走后边，一直给你留，一直给你留安尼啦。他小时候就是个跟屁虫啊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。真的呢。哎，文文啊，虽然我没有看过洋洋哦，可是我心里在想哦，他一定是那种懂事又贴心的小孩，对不？妈妈，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哎？哟，他跟一般的小男生都不一样，不会这样调皮捣蛋。你知道吗？他从小啊就很贴心又很体贴。我觉得是我给他名字取得很好，刘景阳，一颗温暖的小太阳。是哦，你一定很舍不得离开洋洋哦。也是啦，哪有做妈妈的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啊，不过哦。文啊，你可能要心理准备哦。看这个版式，洋洋要跟你可能有困难哦。不会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争取他的监护权。好，妈妈跟思思陪你，支持你。哈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看妈妈怎样啊？哎呀，我这个脑袋真的不管用了呢。我今天呢、跟你燕子阿姨有约，我忘光光。啊，怎么办？还是我陪你去啊？啊，我陪你去啊。不用了啦。我们有年纪的女人去的地方哦，你不会喜欢的。哦，嘿，那好吧，啊，那你先回去哈，我跟燕子阿姨出去一下，帮我问候一下燕子阿姨。好，我一定问哈。那我先回去啊，赶快回去，好，快回去，拜拜呀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好香啊。金汤呢？你来了。李阿姨，这么临时约我，有什么事啊？哎，那个子浩，你先点个东西吃。等一下再点好了。对了，李阿姨，你有什么事可以直说，我可以帮的，我一定会帮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就只讲喽。子浩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文文找一份工作，也算是帮于阿姨一个忙。我们文文现在这样，如果没有一个工作，她一定没有自信，她一定走不出去，是不是？
所以你会帮我找哈？雨阿姨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想办法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我就是舍不得我女儿啊！你看，我一个那么好的文文嫁到他们家去，竟然没有好好的对待她，我实在很舍不得呢。文文还有你啊，有你的支持，就是她的力量。我的支持就是她的力量。嗯。啊，我的力量，哎，我的力量是你耶。是不是啊？谢谢啊！哎，吃一口，超好吃，好香哦！吃一口。你可不可以帮文文找一份工作？我们文文现在这样子，如果他没有找一份工作，他一定没有自信，他就会走不出来。喂，怎么了？这么晚了还在烦公事？对啊，我还没有改变我的想法。你放心，我推荐的人绝对没有错。什么？壮野插手这件事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徐文文，徐文，你给我出来啊！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到底怎么当人家妈妈的啊？每天吵架躲回娘家是怎样？家里都不用管的，你给我出来，徐文文！徐文文，刘正达，什么问题啊？我们，对不起啊，我刚不是故意大吼大叫的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跟我回去。你不要每次喝完酒就来闹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不可能跟你回去。拜托你，家里很需要你，这个家需要你。你那个家需要我吗？你不是已经带一个回去了吗？我可以给你解释，那就是个误会嘛。你跟我走。我不可能跟你走，你回去吧。等一下，你不跟我走，我就不让你见洋洋。刘正达，你凭什么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走。我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可能跟你走。走干什么？放。妈，我只是希望文文跟我回去，我要把事情讲清楚。啊，你有必要动手动脚吗？你先回去了。妈，先回去了。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？今天妈妈也要去，我要叫思思也一起去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娘家还有人呢。嗯，总监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临时有事要请假。直冲到没批下来，不是你说想请假就请假的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，啊！我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耽误手上任何一件工作。说吧。哎呦，就是我要跟我妈还有我姐去刘家讨公道了，这是我们家的大事，我一定不能缺席。刘家，你姐夫家？啊，对啊。那个没用的男人，你也见过好几次了。
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去？而且我们家哦都是女生，一定要多去几个人壮壮声势。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啊。老婆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你说你离家出走这么多天，没消没息的，现在回来了，阵仗摆的还挺大的嘛啊！妈，有阵仗，我们还没有离婚呢，那什么状况啊？杨洋呢？不在。今天他不用上学，他去哪里了？就跟你说他不在啊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小孩是你们两个的啊，怎么可以不让我们看小孩嘞？你又是哪位啊？人家的家事能让你在这说三道四的吗？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文文的妈妈，是你的孙子养羊的外婆。你这个奶奶能说话，外婆也可以说话吧。外婆，嗯，孩子都十岁了，莫名其妙现在不知道从哪掉出一个外婆。好，你要说，那我就跟你说说，你是怎么教女儿的？当初是她死皮赖脸要嫁进来，真的进了门以后是怎么做媳妇儿的？我可以当做没这个媳妇儿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我。妈，我们只是想要来看洋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看孩子，你需要带人亲门入户吗？你们这是野蛮人呐！要说这野蛮，问问你儿子，野蛮长什么样？妈，现在讲这些都不是重点。重点只要我们不跟我离婚，我就让他看洋洋。什么意思啊？洋洋是我儿子哎，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见他？不好意思啊，洋洋他姓刘，他是我们家的长子嫡孙，我们没有权利，难道你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就有权利了吗？刘太太，我们文文在你们这个屋檐底下那么多年，我相信做媳妇的事情他一样也没有少做过。为什么你不能好好的待我的女儿？为什么你们要这样糟蹋她？过去我不知道就算了，现在我这个做妈妈的知道了，我不能不说话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们把话说清楚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毕竟外面的女人也已经登堂入室了嘛，不是吗？那是因为我儿子条件好，他们全部都自己贴上来的，这是我们的错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好像也没有看到你们谁来关心过他，现在来帮他出面了。话说的难听一点，这是我们刘家的家务事，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来管吗？你可能没有女儿，所以你不了解有女儿妈妈的心情。我现在慎重地告诉你，不管我们现在有嫁还是没有嫁，他一辈子的事，就是我这个做妈妈的事。我想，你也不怎么满意这个媳妇。这样吧，离婚了。妈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刚刚说的就是。洋洋，这个天气哦。快过来，我们乖啊！哎呀，刚好刚好，来来来，宝贝，过来妈妈这里，来，哎，宝贝，呀，宝贝你来。离婚当然没有问题，可是你不要想从我们刘家得到任何好处，包括洋洋。妈，洋洋是我儿子哎。
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他也是我的儿子，如果你坚持要离婚，我们就打官司吧。我倒想看看法官会把监护权判给没有工作经验的你，还是经济稳定的我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会让你们永远见不到杨洋。我们也是认真的，我们一定会努力争取监护权。刘太太，我们一样都是做母亲的，为什么你就没有同理心呢？同理心，婚是你们要离的。想当年我做媳妇的时候，我也吃了很多苦，可是我从来都不敢吭一声，更别说是离家出走了。你少跟我在那谈同理心。我们一样都是女人，为什么你要这样为难女人？凭什么你做媳妇的时候吃的苦，我们文文要跟你一样受这样的苦？哎，很好笑哎，你在我们家吃了什么苦了？自从你嫁进来以后，你有做过一天事赚过一毛钱吗？不过就是打扫好家里，做做家务，带带孩子，你好意思喊苦啊你？吵死了！宝贝，宝贝，我们吓到你了哈，不要怕，妈妈保护你哈。妈妈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吵什么，可是我要留在这里。宝贝，妈妈要带你走啊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带你走的哈。我说我要留在这里。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要回房间写功课。宝贝，你跟妈妈走。宝贝，洋洋乖啊。好了，洋洋都说不跟你们走了，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自便了？我，洋洋不跟我走，我不要走。你听不清楚吗？洋都说他要留在这儿。刘振达，这就是你当初追文文的初衷吗？你有没有肩膀啊？我们走，我们回去。我不要，文文，我不要，文文，我们一定有办法，我们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不要，妈妈，你没有听到杨刚跟我说什么吗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们想办法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妈妈，杨洋，走，宝贝。我先送你们回去吧。谢谢，走了，走。在父母的身边，才能坦荡的、理所当然的做自己，所以我只想赖着父母撒娇，一如那个天真快乐、不懂社会复杂的我。现在还来得及吗？一起守护我爸的小心的，我喜欢你。洋洋就是我们这辈子不能分割也不能磨灭的共同体，希望你祝福我找到新的人生。妈妈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也会照顾好你自己哦，好不好？做的。